给这个来，儿子，哎呦，儿子，这个，哎呀，他尿了，你怎么搞的？那尿不湿你也不换，这孩子都尿了，快给换。儿子来，我让你给孩子换尿布，你怎么回事你？儿子，来爸爸抱抱啊，来爸爸抱，哎呦，儿子。儿子，亲爸一口啊！嗯嗯嗯嗯，哎，乖儿子，喂，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一会儿告诉大姐。嗯，大姐，大哥说他晚上加班。喂，苏珊，你在哪儿呢？那我现在过去找你。苏珊呢？苏珊，谁呀？就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孩。哈，她呀刚跳完回去了。哎，你怎么刚来呀？要不你去把衣服换了吧，我陪你再练会。不用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杨桃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咱们一块吃个饭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今晚有事。哎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海鲜？不用了。韩国料理？真不用了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没有。没有，那你认识李薇薇吗？肖亮的举动让杨桃猝不及防。肖亮怎么能喜欢他？他们根本不可能，这很荒诞。但他不知道。